来关心缅甸的军方发动军事政变，到今已经两月日，军方继续用武力镇压民众。人权组织即马统计讲，到目前为止已经上报有536个人死亡，其中有43个是囡仔。啊，那红冷近的昂山素季，可能到今也唔知影缅甸的军方这么粗残。缅甸第一大城仰光暗时组织真济抗议民众，因提打击或者是手机啊用的手电啊点到暗暝。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以来已经两个月，这场纪念活动是要追悼所有在抗争行动当中和武装部队台死的牺牲者。根据当地人权团体统计，政变两个月以来已经至少造成536人死亡，其中有43人是囡仔。现场人指出，武装部队在街路扫射，甚至冲着电梯杀害民众。在曼德勒的一个六岁查某囡仔，被人射杀在爸爸的怀抱当中。政变以来，都被人监禁的实际领导人翁山苏姬，在伊的首都奈比多，又再度出庭，被控违反《食品司机官方机密法》，确实被定罪相关，会面临14年的刑期。翁山苏姬也向法院要求甲律师团会面，但过无得到允准。今年在警方在场之下做事情的会议，维权律师表示，翁山苏姬可能唔知影缅甸军方粗残镇压的情形。爹妈有，门里龙啊，你台一下个咯，啊爹妈去店里的你台，我们说地面地水怎么如何咯，要路没压吧，我先哦，地钱嘞，地面没地钱嘞，没地有包，那怎么如何慢啊，我先。另外，联合国安理会在经过会议讨论了后，总算发出声明，内容谴责缅甸军方使用武力对付和平示威者。中国安国阁阁想要修改声明当中的话术，淡化军政府的暴行。自缅甸联合国大赛的经过，当地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屠杀，甚至出现内战。缅甸军政府已经下令，为礼拜五开始将国内无线网络服务关起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